Hello， 我是阿怪，今天来介绍异闻录轮回。异闻录轮回是融合了中国传统文化元素的硬核武侠动作游戏。故事的背景在一场灾难之后，天地之间发生异变，巫族分裂，神灵涂炭，剑圣不忍百姓于水火之中，前往灵虚探索解决之道。而身为剑圣首徒的玩家，依然跟着师父的步伐，逐个击破阻挠的墙体，揭开秘境中的阴谋。战斗部分是 3D 的动作类型，游戏的玩法有一点像是卧龙苍天陨落，一开始玩家只能使用普通攻击，右键部分则是格挡，而玩家需要挡住敌人的攻击，然后再试图反击对手。而如果敌人很会挡格你的攻击，就必须让他的防御打到气绝，这样就可以攻击了。而另外有一个特别的格挡，就是在敌人攻击的瞬间使用格挡，这样就可以将敌人攻击弹开，这时候就可以反击对手，不管是不是 BOSS 都可以使用。而当然也会有一些武学技能，也能够切换武器攻击。而当到了储存点之后，不仅可以恢复生命值，另外也可以透过打怪获得金钱来购买道具。游戏整体的玩法非常硬核，但是也蛮好玩的。目前游戏在 Steam 上是免费下载，那我们看一下游戏的画面吧。好了，我们要开始我们今天玩这款游戏，叫做《异闻录轮回》。对，那它是在 Steam 上是免费下载，那它是有期限的，那喜欢的观众可以去试看看。那它最主要是一个动作的类型 ，3D 动作类型的游戏，而且画质是算还蛮好的。然后我看过一些介绍啊，玩起来真的还蛮有质感的，但是难度可能稍微有点难。那目前是测试版本。然后也是在这个 Steam 上的这个下载节啊，或者是说试玩节，让大家可以试玩。好啦，那我们就直接把这一段跳过，直接开始。先进行移动，然后好像画面没办法调，画面没办法调，他现在只能让我们先这样子，先拿剑。好，拿完剑之后，画面才可以动。这很亮。好，感觉起来还是需要有显卡啦，内显可能会没有那么好。调整视野，它看起来就很像我们之前玩那个什么苍天吗？卧龙苍天是不是？跳不上去，好。这里吗？按下 Shift 是奔跑。哦，老实讲，这样的画面是真的还算 OK 啊，只是说那个画面没有办法上下，有点可惜。但是还是有一个水准。好，这人是谁？你醒了，受天命之人。就这样，阅读攻击。我们看下这红色的点哦，前方目标按下 Tab 键是锁定攻击，然后露出破绽的时候进行痛击，然后一样都是用，左键吗？对，用左键。哦。哎，这样我往后没办法，所以一定要。哦，是要有那个中心点的时候。那所以其实，我觉得这个，我知道那个这个闪躲键不是这么好用啊。哇，这个血量砍两刀我就要回天乏术了，这也太窄了。击败恢复血量吗？哎呦！所以我说很像卧龙苍天呐、啊，就是那种卧龙苍天那种感觉。
所以我们按下什么是恢复血啊？按下 G 是恢复血量。啊，恢复了，直接恢复完了。差一点我又跟着去了。哎，这样过不去，所以应该是走这边。好，可以啊。看一下啊，擅长防守敌人要把他的气势打掉。OK， 他就是擅长防守的人。哦，要把他的那个打掉了。我的血还算厚欸，人家被砍两刀就挂了。所以我对比他们，我还算是厚的，厚血的。OK。如果有玩什么卧龙苍天等那种游戏的话，你可能大家会啊，我觉得这个很奇怪，就是我攻击他，我没有办法打断他的能力耶。他有一击必杀吗？没有，我以为可以一击必杀。要打到他气绝，这个刚刚这样打有点难度，而且我还没血，烦。我们看一下，我们是刚刚是不是有得到一个得补血的东西啊？啊，没补。啊，这个才是啊。就补一滴滴，真的补那么一滴滴而已。啊，他是时间内会补血啊。真的很像苍天卧龙。我怎么那么多人？我觉得感觉这个是 BOSS 哦，有点难度哦。对，我们看啊，重击。哦，等于说要在他重击的时候，不行啊！哎呦，这个闪躲剑真的很不好用。哎，有有有成功！啊，再一次啊，我那个。那个闪躲剑很烂啊，是。有了，有了，有了，哦。剩下八滴血，八滴血而已。哎，他要我去哪？所以刚刚其实不用在面跟他那个嘛，就是守住他那个就好了嘛，对不对？但是我没血，这是什么东西？不管了，先用了。满血，好了，等满血就好。他这边应该也是过不去了吧？对不对？我猜，因为那个冲刺键我觉得很麻烦啊。因为我这个用电脑玩啊，所以那个冲刺键啊会很痛苦，跟那个按键是不符合的。所以如果要玩，应该玩手把啦。
存个档。对吧？存个档了 ，OK， 我来看一下哦。哦，我好像刚刚都吃掉了，是不是？哦，这是第二个小关卡啦。然后供奉，哎，供奉是可以买的吗？对不对？应该是可以买的吧。强行使用提升生命上限，这900点很 OK 耶。好啦，这样子，我们就继续往前走吧。背后偷袭，这有一个人，木易丹。哎呦，怎么有一个？我觉得最麻烦的就是我攻击的时候，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有一个反击。他们一个什么类似蹲下的东西，干他明明就知道。就是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可以会继续攻击我，就是这个动作有点难判断。这有两个小路吗？过不去，好。哦，有一个。哎，哎呦，我以为没杀死。哎，有成功吗？哦，有一个技能了。我们现在有一个技能了，对不对 ？Q 啊 ，Q 键啊。我有这个下去，可能就 sayonara 了。靠，我的绝技不能再用了，不用，刚刚用一次就没了。是 CD 时间吗？还是怎么样？好，等那个记忆力恢复啊！我没有记忆力耶，靠腰啊！我刚才想说用一下而已。其实可以冲刺再砍啊，但是我觉得冲刺砍这个动作。我不太会用。他是僵尸吗？哎呦，怎么还有一个？不要再害我啊！我没有血啦。那边有路，那那边呢？那边也有路。上面，嗯，来试一试，我记得是可以的。不行啊，而且这样画面太晃了。我记得可以走墙壁这样跳上去啊。我要把他的气打掉，真是的，这样子要来回来好多遍。
这就刚刚那个上面嘛，对不对 ？OK。哎，这是什么路？没有。哇，这还可以走。哇，下面那么多人，一次要对付三个吗？这边。哎，飞刀。他可以用 R， 然后就丢出嘛，对不对？这可以是切换哎。不行不行不行！靠腰！再补一下血，补一下血。飞刀，飞刀没了。后面有没有路啊？那个感觉很强。哦，要用那个 Shift 的键啊，但我觉得 Shift 的键真的很难控制。等等，先去打后面这个，再去推。啊！我就说那个控制键很难按吧，其实是可以的，那个控制键太难按了。